去猫了，直接过去猫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去死吧你！啊，杰电时光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野蛮纪元哦，集战好野蛮纪元。那上次呢，我记得我们已经去把人救回来，然后呢也在外面呢与很多他们已经扎营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去拿到更多的材料呢，才能够再把我们的家园建得更好。那现在呢，他要我去找塞拉，我来看一下塞拉在哪边。塞拉在这里，好、哦、与采集者交谈，走吧。驯服虫对，看看可不可以抓到豹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现在有更多猪人来找我们了。嗨，安安，拜拜。想拜见万兽之王，谢谢晨晨。我们现在就算是万兽之王之类的了。晚安了、哦，晚安。你来之前我肚子在动，谢谢 YUHUA， 谢谢。你看他脖子挂的是耳朵哎、欸嗯。拜拜拜拜。明天乌当会来，我们就要打架了。是死前传说吗？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是极地战壕，然后野蛮纪元。谢谢你谁 ？OK。我们已经成为他们的万兽之王了，我觉得还不错玩呢、啊，还不错玩。OK， 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次日，隔天了，隔天了，隔天了。温家部落，OK， 来了。现在我们要继续再跟塞拉谈。哇，讲完又讲，他现在不知道叫我们干嘛，我们去看一下肉搏攻击。棍棒是一种快速的目标，然后可以丢长矛，这个我马上都知道了。该不会待会遇到什么敌人之类的吧？累了，会，等下就会休息哈、哦。看见附近有乌当人，耳朵又是耳朵，我改了，我改了，来了，那个就是乌尔，来了来了。哇塞，打得赢人家吗？他好像那种魔兽的兽人之类的。哎呦，好凶哦！玩到十一点，哇哇，好大的抨击感！安安安安，雷还好吧？有很多乌当。我们叫塔卡拉，我刚刚就改了，刚刚就改了，对 ，OK。所以接下来的目标，看看是干嘛。我们今天已经有学到可以那个驯兽其他的乌当的袭击就对了，防御你的部落。我先换回我的弓箭，在哪里啊？在那边。Master shoot， 没有中啊，乌当。大门正遭受到攻击，我先拿出这个，走走走，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或是拿矛好了，拿矛来打，用戳的，用戳，用戳，用戳的，多细啊！割虾，割虾，割虾，直接割好了，割好了，哪里还有？哪里还有？后面还有，好像还有一只哎、欸，我应该可以叫出我的那个我的狼耳吧？已经送到你野兽选单里面了。收取 GTA 拍完了，拍完了，在上面吗？在上面，在上面，上面有很多人，我们上去。招，又是你，就是你，坐坐 ，OK 的。洞窟门已经遭到破坏，乌当已经进入你的门了。拜拜啊，拜拜。快，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！这应该晚了吧？应该都杀完了吧？该杀的都杀了。另外一边还有人是不是？哦，真的耶！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乌西巴拉加！我是放毒气哦，中毒了。
按返回乌丹有大众，你可会用找到解药的配方？糟糕，我不会死啊！治疗治疗，先治疗一下。他们太多只了吧？先放我死，确定？我死我死我死呀、啊、！OK， 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其他人？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后面又来了，很多只的感觉。嗨 ，OK， 直接爆头，直接爆头，想射我是不是？不是 ，OK， 我们都一箭毙命，一枪毙命。哦，痛哎！不是不是，哦，直接动他过哦，直接动他过哦。爆头还有吗？不要喜欢 GTA 啊，总是要玩一点别的嘛，每天都要 GTA， 对不对？还有吗？这里应该没了。这边又有，这边又有，又来了。OK， 一箭刺穿，不错啊，不错玩。他拿毒气，他拿毒气，刺不死啊你！糟糕，又中毒了！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！与塞拉会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先跟塞拉会合。OK， 交谈。去把他们干掉。还有吗？今天玩完了，玩完了，拜拜拜拜。前往乌当的营地还有695步，走吧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谢谢谢谢，我的白狼，我的白狼来了。太久没玩了。然后他说，按 RB， 按 LT， 按 RB，OK，、OK, 按 LT， 按 RB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慢慢的跟踪过来，前面感觉他们的人蛮多的。都有听到那个周围有讲话的声音。Yana， 来了来了来了，偷偷暗杀一下。Shooting， 狼儿去了，狼儿去了，我狼儿去了。Yeah， 啊，这个是好人，这个是好人，还有没有 ？OK， 收取剑石，把他们身上的东西收拾一下，然后一只交给狼儿去采就好了。没问题了，继续前往，继续前往。喜欢狼哦，狼很帅啊！你看，可以摸它，好不好？勾嘴嘎，勾嘴嘎，很乖很乖。上次我们不想让它死了一次，这次希望不会了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前往乌当的营地。哎，这边有两个，是那个土狗，土狗有狼在，他们不敢过来。全网酒吧一起玩，谢谢奶绿哦，谢谢。剩100多步，我们把这边攻克下来就好。这个羊呢就不要了，放他们一命。这里有个石头，一些材料也是拿一拿。然后上面好像有红叶，红叶我们蛮需要的。红叶我们稍微来取一下。红叶吗？没错，真的是红叶。这边好像还有一个袋子，快装满喽！红叶，红叶在这里。比较喜欢剑齿虎、哦，目前还没遇到剑齿虎哎。猫科类我们还没驯养到过，快要到了，这90几步而已。战舰没有，我靠，这边好高哦，吓死人！哦，这里会摔死，这里会摔死，我们从那边走。哇，怎么都这么高？这样会不会死掉、啊？感觉会死掉。从这边慢慢的下去，一步一步慢慢的跳。OK OK， 现在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，我觉得下去会死哎、欸。这边还可以慢慢走。OK， 鼓溜下，鼓溜下，鼓溜下来，顺利的下来了。全世界最丑，哎、欸，有了逆钟，投10块可以制造声响，踩蹲姿降低声响，就可以躲在草丛。OK， 投10块破坏他们所有，我、哦、这样可以，哦，按下就可以了。稍微看一下，这里有3块骨头树，我们必须把它破坏掉。看他们人在哪里，这边就有一个，上面有一个。深山巢窟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差点被发现。
们才两三个人而已，直接来了，直接来了，直接来了。OK， kill 了。有没有？还没有。有就来杀吧。狼儿加油，狼儿加油，厉害哦！我直接过去猫了，直接过去猫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去死吧你 ！OK， 狼儿加油，帅哦！胜利的呼喊啊，胜利的呼喊啊！开始搜身，什么都给他拿一拿，好不好？留一只给狼儿吃，治疗野兽。火力甲可以攻，开始攻击的嘛？可以，我们可以丢那个，不是可以吗？我记得可以丢他们啊，然后就可以把他们那个引诱过来，然后去驯服他。只我现在没遇到猫科类的。好了，没了，这样子打掉，那我们就破坏他们的石头。这边先用这个，这可以拿吧？点燃长矛。然后戳吧，烧吧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想起了方舟。OK， 烧，还有一个在上面。谢谢王家祥，这一个怎么上去啊？在那边哦，那应该可以用火箭吧？点火，这应该就可以了，直接射过去就可以了。OK， 烧，这样就完成啊！敌人又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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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直接戳了，直接戳啊，戳火箭啊！欸、有没有死？有没有死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狼儿加油，我杀啦！谢谢，感谢狼儿支援。你冲杀呗，啊？你冲杀呗。有丢到系统，有丢到系统，下面再射了，啾，爆头，一箭毙命，还有没有？还剩下一个没有点到，我们先过去吧。你爸还在看着，这里刚没点到，最后一根长矛，糟糕了。OK， 破坏也行啊，不一定要用烧的。我先看一下我零件还够不够，可以再做。好，可以了，然后剑我们把它做满。杀死剩下的乌当武士，乌当战士。哦，糟糕！戳爆你呀、啊，戳爆你呀、啊、！OK， 合力进攻，帅呀、啊，小狼儿，一压就死了，超猛哎！谢谢订阅。乌当的袭击顺利成功，顺利的驯服。OK。尸横遍野了！啊，那，你杀了乌尔？乌的玛丽，乌尔的乌当是乌尔是乌当的人，这样子。阿库，谢谢，不是阿克，不是阿克。踢笑了，踢笑了。杀者。等等，跑了一回来。有，我要乌尔的耳朵。他似乎就是要跟我们作对了啊，所以我们必须把他杀掉。很快的，我就会和他决一死战，所以他是 BOSS 了，是不是？一边看一边吃晚餐，哎、啊，看到这个不会想吐吗？有七野兽技能哦，太酷了！要着急啊！云加一，哇！大家信心都激扬起来。乌当乌尔的愤怒开始为欧罗斯而战。云加，